everybody put up their hands. I get a half a mil for my piece, you get a couple.我爱甲讲，你有我有来。安尼，手较开的，手较开的。然后。近日网络流传一段影片，称台中市东区某槟榔摊有槟榔西施穿着新娘于店内工作，并至店外贩售槟榔的情事，几乎衣不蔽体。本所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，已经迅速将该名女子以及拍摄影片的员工以及相关负责人查缉到案，并已制作笔录完毕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据了解，该名员工以及女子有如此的行为，是为了招揽客人、增加业绩，才有这些不法的行为。本所将针对此行为继续持续的加强取缔稽查。